同样位于淡蓝古道上的石碇跟深坑，同样有着风韵独存的老街风情，让无数游客悠游其间，各具特色的建筑与小吃吸引着众人的目光，充满了传奇的乡野意识，更让人津津乐道。然而不管是过去或是现在，这里都能让人一圆发财梦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动人故事呢？本周六中午12点半，一起探访石碇跟深坑的山中传奇，